哇，这么厉害今天，哇哈哈！再来。等一下，好，站好。爸爸这里来。哎呦！九根。嗯。你这个包漏酱里钱有没有漏钱喽？好像漏了3块。3块呀、啊？是啊。3块是钱呢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那天我5块钱嘛，我在街上买了一瓶矿泉水，2块钱，然后3块钱我回来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就是这个荷包漏的。因为这个衣服是太贵了，是吧？这是裤子，不是衣服。啊，这个裤子太贵了，是吧？没有，它这种荷包是这样子的吧？没，找不到那白线，在里面的话，我就用这个线就抹它们。跟针在一起的话，我就这样用。里面看不到，不怕的。反正缝一下看不到的，在里面啊。是啊。可以了。那边那个荷包也缝一下。两个都要缝啊。嗯。得了。还是老婆好啊。大家好，弟弟在做饭吃啊，然后我去喂一下鸡，因为第一天太忙了。那个饲料那些下面都在下面吧？哪里喂饲料？喂玉米。是啊，喂玉米吧。走。是啊。你看牛，真的嘴巴动个不停，哇哇哇哇哇。但是那天碰到一个老乡啊，他说牛说的什么谁听得懂啊？是啊，牛，你说的什么谁听得懂啊？长进。说他的语言。那个表哥帮忙看一下牛牛哈。这表哥人很不错的，很老实。对呀、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弟喂了多少只鸡啊？我看一下。鸭比较多哎。这里，哎，玉米在这里。都没吃啊，这里。都没吃呀、啊，有那么多啊。对啊。都不吃哎，挑食啊。挑食，那行。肉鸭子啊。长得好肥哟、哦，还8只，其实这里有4只。鸡没不止哦，鸡进去里面了。哦，进里面去了是吧？嗯。那他没吃，就是等明天再来喂哦。对呀、啊，他没吃，可能刚才是不是弟又来了？嗯。他以为我们没来，他又来。弟他们这里搞好多柴火啊。这里你看一下。哇塞。你看一下。这上面还有8只，还没熟哎啊！可以吃啊！吃了啊！那个时候带你牛来那里给虫咬啊！哦，好吃吧？这个很好吃的。我不吃。有点涩，还没有熟好啊。嗯。快走吧。走，你去吧。把门关好，要不然鸡跑出来那就不好了啊。走，回去了。回去了，虫咬没有？虫咬，看一下。哎呦，被虫咬了。走了，回去了。上去玩了，这个。是啊，是啊，不玩。嗯。哇塞，牛，你看。他怎么拿钱出来的？我给。嗯。快一点。哎。来那个水。不用。我回去。哇塞。快拿起盘子。昨天我让你烦他呀！我保个鸡，你看他保不赢，你没看到啊？这怎么好意思？不是这个哥人很忠厚、很老实的。对呀、啊。但是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他没有成家啊。还有爸妈走得早。爸妈走得早，他现在也是。现在一个人。不能要了。不能要，现在他去那边了，你怎么去追？回去，等一下他去家里再给他。等一下他进我们家的嘛。嗯，这时候给小妮妮们买牛奶了，心意你呢，谢谢。是啊，等一下呢给他也不容易，一个人在外面打工。对啊，他都是出去外面打零工的。对啊。他刚回来几天啊？你看他进我们家，你看他买东西进，你没看到吗？对。谢谢，又出去喝酒去了。记不记，小妞？舅舅一个月基本上没有几餐在家里吃啊。是啊。但是他每天出去都会把饭菜做好啊。
看，这就帮我们把饭菜做好了。对呀，我们就去吃了，是吧？好，是。好多摩托车，我觉得我们真的，摩托车好啊。是吧？一天到晚真的好多摩托车过路啊。像我们是在中间的。是的。牛啊，你是想睡觉还是什么啊？啊，吃手哎。饿了，饿了，走，我们去找饭店吃吧。喂饭他啊，走。我就说，弟媳跟大嫂这几天都不在家的。他们是做工去了啊，去收八角去了。对，所以家里面还是有点小忙啊。嗯，又养那么多猪。对，我们要。还好我们回来就帮忙收一点八角啊。是啊，吃饭喽。吃饭喽。哇，今天侄女在下厨啊。他做一个汤，这个是。做一个汤。啊啊。西红柿汤，说你喜欢吃西红柿汤啊。啊，今天菜也丰盛了啊。嗯。有肉有鸡，我先打饭喂小牛牛先啊。哇，我发现这个凉菜里面还放了这个八角的。哇，哦，这样 我吃到八角的味道了，香味是吧？嗯。哦，我们这边的话我都没买过这种。嗯，蛮好吃的。嗯，